别笑，听得懂吗？那我送你们礼物，听得懂吗？听得懂。他是猜看。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看起来就是没有。有。那你喜欢吃吗？超。老师，你吃错题。真大家好，今天是有点紧张的嘞，因为我马上要去国小教韩文，大概一个月前就到了台湾一期公益协会的邀请，听说台湾有许多服务弱势的卫星手扶，那边学校也只有两位宗旨，可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也要去帮他们跟孩子们玩，可是刚刚看到了那边是很偏僻的地方，反正我先快点准备哦，等一下见，加油。大家好，我现在来了这边，我来台湾的国小了。哦嗨，哦，走，怎么知道我？其实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听得懂听不懂我的中文，还有我准备了小小的礼物，因为有礼物的话会击中我，所以准备了，所以第二个担心是会吵架。大家其实这边是这样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学校也这样比较小的感觉，那我们一起进去吧，一起进去。有点紧张，听不懂的话怎么办？我的中文还可以吧？对，还可以，应该还可以的。大家，我刚刚穿了这个衣服，这样衣服，然后，然后朋友们在这边。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好，其实准备了一个很小小的韩文跟游戏，真的吗？然后这边有礼物，看到了，看到了，别看，然后这个很难看，所以别笑，听得懂吗？韩国三点不是，晚上点，晚
完全不晓得他。爱你怎么说？这个我后面也有。对，사랑해요。对，四个问题，然后选哪个是对的？老师是十八岁。老师是十八岁。对。对。啊，我给你留。第二个男生说的对。老师喜欢对。然后。红豆。老师结婚了。老师狗狗叫小宝。No。对。喜欢臭豆腐。对。然后。Yes。举手，对。老师，你没有讲第一个吗？第一个，对。老师小狗，狗狗叫小白。这个吗？第四个吗？对。蜡笔小新。确定吗？确定。确定。先问一下，你是哪个是对的？第一个，老师是十八岁。哦。谢谢，谢谢你们。喜欢吃吗？喜欢，超级不喜欢。我也是超级不喜欢。我也是。很好吃。老师，你吃错了，要去排一整片的，那个一中间那里很好吃。一中间的很好吃。一中间的排中的还有。小豆臭豆腐。小豆臭豆腐。好，我记得。还有裤子底。还有有什么？这个男朋友。哦。那是猜看，没有，没有，为什么？有，因为看起来就是没有。有。嗨，你们说吧，老师怎么说？老师的韩文是？선생님。哦，선생님。那朋友呢？老师好看吗？好看。对，不是。菠菜。胡萝卜。花椰菜。胡萝卜。不是不是。韭菜。不是。这你。绿绿菜。不是。绿绿菜。高丽菜。你说香菜吗？香菜好吃。香菜雪碧最好喝。猜生字是什么意思？猜生字就是要用字典。你们知道韩国艺人吗？不知道。就是你歌手啊，我哦，谢谢。那你们都几点回家？5点。五点回家？哦，这么晚。5点。那我妈妈要在煮饭。啊。那你们在这边等妈妈爸爸？对。啊。哦，这边的小朋友们到5点5点半在这边，嗯，太晚了。他们做的很快，我不懂怎么做。加油，老师。四十几个？不，很少。四十几个？因为我们一个年级只有一班。哦，真的？那你的班里面有几个？12个，有11个。学一学二个哦。你住哪里？山上，山上，很远，很近吗？跟学校近吗？很远，很远哦。这是什么？大耳狗。大耳狗，大耳狗，他送我大耳狗，谢谢你，大耳狗。我把它20秒，可以跳到6秒。哦，我其实听不懂了，我听不懂。这个右边。哦，好可爱！你长大后想做什么？不知道。你想长大后做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那你呢？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想开一个画画班，教其他人画画。哦，哇，他很忠心。你呢？可很的老师。老师啊，老师不错，就是太阳饼，太阳饼好吃，台中名产。哇，然后太阳饼好吃，台中的。如果韩国朋友来台湾，那你想推荐他什么？推荐他什么？
推荐他去逛拉拉吧。逛拉拉？拉拉不对，啊，真的？你呢？韩国朋友。要加羊皮，加羊皮。那你给我看，哇，真的很高，好，这什么？我阿姨做的。啊，你阿姨很会做东西，哇，很厉害。一，好赞哦！二，谢谢小新姐姐。哎呦，今天礼物来了，中国也是今天礼物，中国也是今天礼物，中国也是今天礼物。拜拜，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又要给你花了。哦，谢谢，这么多礼物，很辛苦呢。因为我不会画画，所以我连画都没画。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蛮好吃的。我不要，好吃。没有啦，开玩笑的啦。就是老师都是无私的奉献，就是陪着孩子在课业上，那他们有落后的都会加强，那补救他们不足的地方，然后他生活上有发生什么问题的话，他们会一直去跟家长沟通，所以也是变成说在学校老师跟家长间的一个桥梁。那非常感谢这个习乐班、科照班的这些老师。哦，真的。对，小朋友我们是很喜欢的。如果说像为什么会开这个课后班，也是因为小朋友放学回家以后，都没有人照顾。那有一年。有三个小朋友暑假的时候，他们就约了一起到我们附近的溪边去玩了，就被水冲走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尽量在他们下课没有人照顾的时候啊，就把他们集中起来，不要让他们乱跑，等家长来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时间的话，有机会的话，想来这边帮助这样的什么上课。当然我们非常欢迎愿意来陪伴我们小朋友的志工一起来帮忙。那另外我们更希望各位捐款人能够透过那个一起梦想的定期定额公益平台继续的支持我们。那这些捐款呢，我们会用在小朋友的点心上面，还有那个老师的一点点车马会的补助啊，还有小朋友的教材教具。那我们会一起努力为小朋友的未来继续的陪伴他们。我也有机会的话一定帮助朋友们。大家，我刚刚结束后出来了，我这边是他们的走廊。我今天第一次提供当台湾国小的小小的老师，都感觉是真的很好玩，而且台湾的孩子们都很乖，还有眼睛也很亮，所以也感谢小朋友们很认真听我的话，然后很喜欢我。然后我这次是透过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来这边了，所以也感谢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然后哦，没关系，哦，很辛苦，谢谢。哦，不客气，他们很有礼貌。我觉得真的这边的老师们很辛苦，真的这边的职员，因为我来这边的时候也其实很远，然后去的时候路是这样的路，学校附近没有什么，我没想到这样的偏僻的地方有学校。可能老师们也上班的时候可能很辛苦，而且他们是免费提供这个下午的课，这样因为这样很偏僻，然后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听说不顾资源，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也希望老师们加油后继续跟孩子们好好很辛苦的玩。那大家，我的影片到这边了。我这边其实我的新粉丝们懂我，对。那大家，我要走了，安妞，拜拜，你们一起拜拜，拜拜，下次见。